青海争霸，秀葵天仙说。晚上刷牙时间，不要乱动哦，妈妈刷牙。哎，怎么红红的？是血吗？我流血了吗？不确定哎。你先漱口，我看一下。是血吗？我牙齿流血了吗？我看看哦。是你刚刚吃的草莓甜甜圈的红色啦。对啊，我刚刚有吃草莓甜甜圈，它卡在我牙齿里吗？对啊。哦，好险。 Happy child, happy life。 小青成功化解了危机。没那么严格啦。某天晚上，小青说了一会儿故事后，有点累。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可以不讲话最久，眼睛也要闭上哦，谁最久谁就赢了。好啊，不能讲话，眼睛也不能打开，对吗？是的。可以睡了，嘿嘿。那可以呼吸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孩子，妈妈只是希望你赶快睡觉而已，没那么严格啦。今天睡前的斗智，小青惊吓的胜一。